节棍的双节轮上场。这个平时是怎么练的呢？是我们解释一段。而且我们的女主持也是亲身感受了这个双节棍的威力，我被他们的汗水而感动。中国网红周瑶搏命搞笑，身高148公分，体战百叶辛酸。接下来有请两位绿蛙宝宝给我们带来精彩的。这位女丑是谁？她是今年窜起的网红周瑶，善用自己的个子小体验百工百业博君一笑。她当过车模。你哪位呀？新进车模。怎么了？哎，不对，那个什么，前面那模特把脚放地下，放地下好看。来，秀，放松。哎，录个视频啊，预备，走。哎，怎么少个人呢？来，中间的美女把头伸出来，头伸出来，头。呵呵，还当过拖拉机车模。非常傻。哎，好看，牙子好看，真美呀！来，放在这车。被孤立了。咱们这是有钥匙的，好像是在这里，这个叫摇把子。完，那个车不像人，是地貌原啥？因为上一个主人是女生。爸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欢迎王总试驾。她和笑声魔性的闺蜜一起经营抖音，总点阅数已近1200万次啊！好，现在开始这个戴花环的环节啊！哎，顾客，咱脱一下鞋呗，你们光脚方便一点。还得脱鞋呀？马上脱一下鞋。这啥味儿？我看啊！好，我们拍照合影留念一下啊！来，同一下身高，上镜好看。好，我们往前走。不管如何，都是刚一点。拉好训练啊，放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接下来有请周杰棍的双节轮上场。这个平时是怎么练的呢？是？我们解释一段。他们在这儿不只是来这儿一分钟，每一秒最高五八点。而且我们的女主持也是亲身感受了这个双节棍的威力。我被他们的汗水而。三立娱乐新闻，抖音一响，全是血浆报道。